尊敬的各位同修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今天是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，是刘素清老菩萨往生十周年纪念日，我们拜塔以示纪念。今天。 是我们尊敬和爱戴的老法师离开我们一百一十九天，我们在这里讲老法师的理念与践行，以示对恩师的怀念。今天我们继续讲这个专题：理念与践行四。 这是理念与践行专题讲座的第四讲。前三讲讲了老法师的两个重要的修学佛法的理念。第一个理念：释迦牟尼佛创建的佛教是教育的佛教，不是宗教的佛教。第二个理念。 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今天讲老法师的第三个重要理念：理念三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古人说。 愿将此土三千界，尽种西方九品莲。我非常喜欢这两句话，因为我喜欢莲花。记得二十年前，在我办公桌的玻璃板下，压着的全是从画册、杂志上裁剪下来的各种各样的莲花。 有彩色的，有黑白的。我的同事都知道我的爱好，他们也帮我收集。这些天写讲稿，突然想到一个问题：谁是中年人呢？我恍然大悟，哇，那个中年人不正是我们最最尊敬？ 和爱戴的上镜下空老法师吗？老人家为什么来到这个苦难多多的世界？他是来种西方九品莲的。感恩您，一个不辞辛劳的种莲人。联想到这次专题讲座，我突然觉得。 老法师的每一个理念，不都是一颗西方的九品莲吗？而且，老人家种的都是永不凋谢的九品莲，妙，太妙了！九品莲已经扎根在我们心里了。下面，我们就来说说我们今天的九品莲吧。 今天的九品莲，就是老法师的第三个重要理念：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从以下三个方面具体来说：一、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，这是上净下空老法师。 一贯提倡和践行的重要理念。我学佛二十二年了，没有办过任何宗教，没有办过任何法门，没有办过任何一个讲经说法的高僧大德。我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？老法师教的。 我是从老法师那里学来的。老法师怎么说的，我听到了；老法师怎么做的，我看到了。我佩服，我认可，我照着学，照着做。我不是那种道听途说、人云亦云的人，但也不是那种。 毫无道理的固执己见的人，我服理不服样。听老法师讲经说法二十二年，近距离接触老法师十二年，我庆幸自己遇到了一位好老师。我曾经这样感叹道：“在这个世界上，有这么好的老爷子。” 我过去怎么不知道？相见恨晚。二零一零年，我第一次见到法师。那一年我六十六岁。如果能倒退二十年，该有多好！我能多学点东西，早点开悟，早点开智慧。不过。 能近距离接触师傅十二年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我学到了师傅的真东西，我找到了自家的珍宝，今生我可以回家了。今天是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，是师傅老人家离开我们的。 1> 第一百一十九天，也是姐姐往生十周年。不知为什么，我隐隐约约的有一种感觉，一场来势凶猛的暴风雨就要到了。我说的是人造暴风雨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不甘寂寞的人。 总得搞点不甘寂寞的事儿干干呢，比如批批这个，骂骂那个，享受一下打压别人的乐趣，彰显一下自己的本事。这么多年，不就是这么过来的吗？已经见怪不怪了。老法师走了，我在认真思索一个问题。 再过两年，我就是八零后了。时间不多了，在这短暂的时间里，我该做点什么？我告诉自己，脚踏实地，做好每一件利益众生的事情。只求脚踏实地，不搞哗众取宠，只求利益众生。 不搞明文利养，只求知恩报恩；不搞背时叛道。我当下要做的，就是认真写好专题讲座、理念与践行的讲稿，适当的时间和同学们交流分享。下面。 我们开始讲今天交流的第一个问题：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这是老法师一贯倡导和践行的重要理念。因为写专题讲座的讲稿，看了有关老法师的一些资料，我对老法师。 又有了新的认识。如果说上净下空老法师是一位具有极高知名度的佛门法师，倒不如说他是一位与众不同的、非常了不起的教育家。六十二年讲经说法不间断。 古今中外佛教史上，还能找出第二个人吗？也许，正是这极高的知名度，给老人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。纵观老法师九十六年人生路，如果我们能站在客观的角度去评价一个人， 上净下空老法师是一位特立独行的觉者，盲鞋踏尽天涯路。像老法师这样一生漂泊辗转的佛门高僧，全世界能找出几个？印光大师开示时说：“我印光。” 上无片瓦，下无立锥之地，我又不怕死。上净下空老法师，不也是上无片瓦，下无立足之地吗？有人这样说老法师：上无片瓦，下无立足之地的净空法师。 把本来可以修大庙、盖大殿的资财，全部投入来修建一座看不见的大庙，盖一个永远不怕法难毁灭的大殿。这就是兴办现代佛教教育。可不可以这样说？上净下空老法师。 是建造这个佛教教育大殿的巨匠。就这一点来说，他对佛教的贡献无人可比。这个巨大贡献是超越了时空，超越了族群，超越了国界，超越了宗教。不是哪个人想抹黑。 就能抹得了的，在未来的中国佛教史和世界宗教史上，老法师都占有重要的“一席之地”，而且这个“一席之地”是任何人都取代不了的。这是历史的必然，因为历史是公正的，是金子总会发光的。 这些天写讲稿，整理老法师的这些重要理念，对老法师那种尊敬和爱戴之情越来越强烈了。这个老爷子太了不起，太伟大了。老人家留下来的理念，都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九品莲，都是帮助众生。 解决生死问题的良药。什么是无价之宝？这是真正的无价之宝，你识货吗？为什么这么多年，不论老法师的处境怎样艰难，我都不改初衷，一如既往的尊敬和爱戴他。在有些人眼里。 我不失时务，我不是随波逐流的人。我这辈子就想做一个说真话、做实事的真诚的人。我不想做那种说违心话、办违心事见风使舵的人。这么多年，老法师是怎么说的？我听明白了。 老法师是怎么做的？我看明白了，就说我们今天交流分享的法门平等、无有高下的理念吧。这是老法师一贯立倡的理念，也是老人家一贯笃行的理念。老法师是理念加践行的完美。 结合者是把佛法运用在生活中的完美圆融者。二，老法师是怎样践行这一理念的？用实例说明。一，老法师没有傍过任何宗教，我听老法师。 讲经说法二十二年，十几次近距离接触老法师，没听他办过任何宗教。他从来没有说过任何一个宗教是外道。多年来，老法师关于宗教有着透彻的阐述。老法师。 力倡恢复宗教的本来面目。他说：“中国这个‘宗’有三个意思，第一个主要的，第二个重要的，第三个尊崇的。‘教’也有三个意思：教育、教学、教化。” 宗教两个字的意思，就是人类主要的教育，人类重要的教学，人类尊崇的教化。老法师力倡，宗教要回归到教育。他说，宗教的最初创始人都是伟大的社会教育家，比如。 犹太教的摩西，基督教的耶稣，伊斯兰教的穆罕默德，佛教的释迦牟尼，他们都是从事教学工作。最近这二三十年，全世界信仰宗教的信徒人数逐年下降，一年比一年少。 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现象？根本的原因是宗教偏离了教育的轨道，疏忽了教育，甚至可以这样说，把教育完全丢失了。过去是搞教学，教伦理，教道德，教因果，教人断恶修善。 帮助社会安定。现在不教了，搞形式去了，搞祈祷，搞经忏佛事。这些形式起不起作用？起作用，但治标不治本。信众在现实面前，对宗教失去了信任和信心。 所以，老法师力倡宗教要回归教育。老法师力倡宗教要团结，宗教团结可以拯救这个社会，拯救这个世界。老法师在新加坡、印度尼西亚、马来西亚促进各大宗教的团结。 已经做成功了，老人家践行了，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。老法师告诉我们，怎样正确认识宗教。宗教是世界和谐的关键，教育是宗教教育的生机。汤恩比博士说过这样一段话。 宗教是人类的必须，人类不能没有宗教。宗教带给人类希望，没有宗教，社会会动乱。宗教教育比什么都重要。现在，西方丢弃了宗教，东方丢弃了儒释道。 世界乱到了极处，已经完全失控了。俄国已经现钱了。老法师说，宗教固然不能把形式丢掉，形式是宗教的外衣。最重要的是宗教的灵魂。宗教的灵魂是什么？ 就是伦理、道德、因果、哲学、科学的教育，没有这些东西，宗教就变成了迷信。所以，这个比外衣还重要。佛教讲求重实质，不重形式。没有灵魂的宗教是一个空壳，救不了这个世界。 老法师力倡建佛教大学和宗教大学。建佛教大学，培养佛教洪护人才；建宗教大学，是联合一切宗教，带动宗教回归教育，发挥宗教的作用，加强宗教团结。 化解世界冲突，带给社会永续的安定和谐。老法师说：“国家要做这个事情，社会才会安定。”老法师晚年有两个未了的心愿，一是他没有亲眼见证台湾和平回归祖国。 二是他想在中国建一所世界宗教大学、建一所佛教大学的心愿没有实现。我弄不明白，一个爱国爱教的老人为什么磨难这么多？他所想的，他所做的，都是利国利民利众生的事。 为什么障难重重，举步维艰？我只能这样说：众生福报浅呐、啊。二，老法师没有办过任何法门。我二十二年听老法师讲经，没有听过老法师办过任何法门。 我从老法师那里懂得了“心包太虚，量州沙界”八个字的真正含义。有时我跟同学们说：“我入不了老法师的境界，这不是谦虚，这是真话。”老法师的胸怀之大，格局之大，所干事业之大，作为晚辈的我。 就是再学二十二年也望尘莫及。有人不理解我，说：“老法师处境那么艰难，你干嘛追随？你不是自寻麻烦吗？”我这样告诉你，我有我做人的原则。是老法师无与伦比的人格魅力深深吸引了我。 值得我追随。什么是他老人家无与伦比的人格魅力？就是那八个字：心包太虚，量州沙界。他老人家是这八个字的忠实践行者，一代高僧大德的高风亮节彰显无疑。人心是一杆秤，我要比较鉴别呀。 一个是六十二载讲经说法不间断，干的是弘法利生的大事儿。一个是今天批批这个，明天骂骂那个。身为佛门人，不说佛门话，不干佛门事儿，你说我该追随哪个？我追随谁？没有迷信的成分，谁是我学习的榜样，我就。 追意，谁是谁？老法师何止是法门平等无有高下，他老人家是一切一切都平等，一切一切都没有高下，一丝一毫的分别都没有，这是何等的心量！老法师不是圣僧，谁是圣僧？ 这么多年，我努力向老人家学习，但因境界不够，学的不像。今后我会继续努力的。老法师是这样教诲我们的：我们是佛弟子，佛弟子没有国家的界限，佛住在哪里？ 尽虚空、变法界，都是佛的住处。佛度众生，不分哪个国家、哪个地区，佛是普度众生。老法师告诉我们，要纠正一个错误观念，就是世界动乱、众生受苦，我们往往会说那都是业障，那是罪业。 把这个责任完全推到那边去了，用一个时髦的词儿，甩锅了。我们身边也有这样的事儿啊，比如同学出了点小状况。每当这个时候，我们往往会这样说：“他业障现前了。”这不也是甩锅吗？ 这是他自己的事儿，和我没关系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错没错？错了，这就是老法师告诉我们要纠正的错误观念。老法师心量大，平等啊！老人家说，我们帮助自己的国家，也要帮助别人的国家。 不帮助他们，他们不懂，天天闹事儿，搞得整个世界不得安宁、不得太平。什么原因？种族、宗教信仰不同，没人教啊。如果有人教，这战争就化解了。大家看现实的世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 就拿我们身边的事儿来说，有同修出了点小状况，我们一个锅甩过去，他业障现前了，就完事儿了。问题解决了吗？没解决。甩锅不是目的，解决问题才是目的。这两天写这个讲稿，我好像。 又亮了一个小灯泡。今年我们不是重点抓笃行吗？学佛要落实在生活中，要解决实际问题。我就举身边的例子来说吧。前几天我说了一件事情，批评有人传话，搞人我是非，影响和谐。 这件事情我就处理的不得当，为什么不得当？有以下四点：一，处理急了；如果能慢几拍处理，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。二，心动了，带着气说，别搞人我是非，我们建的是六合净道场。 这话我都说了八百遍了，你还传话搞人我是非，你想干什么？三，情绪化了，那么大业障不改过消业障，还敢继续造业。这个时候慈悲心少了，心里有埋怨情绪，有厌恶情绪，不耐烦了。四。 没想我自己错在哪里，我应该承担什么责任？老法师告诉我们，这个责任是我们自己的，不能一味的推给对方。毕竟我们是领头人，这个头我们没有领好，是我们自己没有学好，没有做好，没给大家做出好样子。 说话有不严谨的地方，让人生烦恼，就是自己的错，就是自己的过。埋怨、厌恶、不耐烦，更是错上加错。现在，因为学习老法师教给我们的纠正一个错误的理念。 不要一遇到有人出了一点问题，一句话他业障现钱了，就把锅甩过去了。而且要有足够的耐心、爱心、慈悲心，帮助他认识问题、解决问题。感恩师父的慈悲教诲，让我又亮了一个小灯泡。老法师。 用实际例子告诉我们什么是平等。老人家说：“一真法界是平等法界，一真法界各个第一，没有第二。”举我们的身体来说，我们的身体是什么？我们的身体是多元文化的生命共同体。 共同体是由一个个的个体组成的，这些个体都是第一，眼见第一，耳听第一，鼻嗅第一，不是都是第一吗？不能说我眼看第一，你耳听第二，全都第一，没有高下，平等，还打架吗？ 不打了。华严境界，各个,个第一，没有第二。我们看《楞严经》，二十五圆通，二十五位菩萨，各个,个第一，没有第二。老法师参加一个世界和平组织的活动，有三十多个宗教组织的代表参加。 老法师在发言中说：“佛教第一，基督教也第一，天主教也是第一，佛经第一，圣经也第一。第一是真的，是真理，是事实真相。第二是妄想，是错误的，没有第二啊。” 尽虚空变法界，法法都是第一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，这是老法师一贯理念。老人家一生都在践行，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。我向老法师学习，二十多年学佛，也没办过任何法门。 三，老法师没办过任何高僧大德，没办过任何讲经说法的法师。老法师为什么人缘那么好？老法师为什么法缘那么好？老法师为什么受到国内外如此众多信众的尊敬和爱戴？ 为什么这么多年的排斥批判，老法师的信众不减反增？我们是否应该反思一下了？不要忘了，人心是一杆秤啊！我说这话，会有人替我担心的。你怎么这么不识时务？不必为我担心，人。 总是要说点真话的。我既然说了“为法捐躯亦坦然”这句话，我也会去兑现的。我对老法师最最深刻的印象，就像他老人家那慈祥的笑容。我给起了个名字：“老法师的标准笑容。” 在老法师身边，耳听老法师的开示，眼看老法师的笑容，那种幸福感会油然而生，什么烦恼都荡然无存。我说这话，没有亲身经历的人很难理解。老法师的平等，是时时平等。 处处平等，人人平等，是真真实实的平等。这是我所接触到的出家众、在家众中，真实平等第一人。不是有那么两句话吗？哪个背后不说人？谁人背后无人说？老法师就是那个背后不说人的人。 当今社会，像老法师这样善护口业的人实在为数不多。听老法师讲经说法二十二年，从来没有听到老法师谤过哪位高僧大德，谤过哪位讲经说法的法师，连一次都没有。这也是我。 敬仰老法师的地方，老法师是生赞生的典范，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。我看到的老法师是谦和赞生的老法师，也看到那么多的僧用他们赤诚的心赞叹老法师。 这是天意不可违，人意不可欺呀、啊！九十六岁高龄的老法师，在这个常人本该尽享天伦之乐的岁月，一肩挑起了众生的生死大业。他无愧于佛陀第一弟子、真弟子，在他老人家。 几十年的弘法生涯中，老法师走过一段鲜为人知的不平凡的历程。那是一种孤寂而艰辛的历程，是一种一时，甚至到圆寂都还不被一些人理解和支持的历程。但这一段历程，也是磨练身心。 看破放下，得大自在的历程。听老法师讲经说法二十二年，近距离接触老法师，老人家的圣者风范无人可比，已扎根于我的心中。老法师悲天悯人的博大胸襟和他那明月清风。 焉能比其朗润的情操，造就了他处处随缘，处处报恩，处处为公，平等处事待人。对这么多年受到的批评、批判、谩骂、回谤，没有一句怨言，没有一句解释。对于种种不公平的对待， 没有一次抗拒，统统逆来顺受。这个平凡而又不平凡的老人，他有一颗如如不动的金刚心。他曾经对我说过：“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是救人的，与救人无关的事不用管他。至于别人想说什么。” 想干什么，一切随他去吧。老法师无尽的悲心和无私无我的坦荡胸襟，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。我为有这样一位佛门老师骄傲和自豪。三，我们怎样践行法门平等？ 无有高下这一理念，老法师的这一重要理念，对于佛教有着举足轻重的指导和引领作用。这一理念，古大德、现在的高僧大德是有共识的，这就叫佛佛道同吧。 可面对现实情况，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。这么多年，关于法门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歇过。有人常年以此为业，时不时的掀起一股批判小高潮。有人这样说：这么些年。 是《无量寿经》汇聚本一统天下，我听了很惊讶，不知这话是真是假。在我的印象中，我学佛二十二年，听到的、看到的，都是《无量寿经》汇聚本一直在挨批，包括讲法的法师都不能幸免。 在这种情况下，无量寿经汇集本怎么还能一统天下呢？如果这话是真的，我们是不是该认真反思一下了？汇集本为什么一统天下？二十多年的打压为什么没有压住？道理很简单，邪不压正。 人心所向。说说我个人的体会，给别人送点炮弹吧。当今社会，末法时期，佛法已经衰微到了极处。三千年前，波旬派遣的破坏释迦牟尼佛正法的魔子魔孙，现在已经登台了。 身居高位，手握大权，任凭邪法泛滥，全力打压正法。三千年之后的今天是什么样子？三千年前，释迦牟尼佛就已经给我们讲的明明白白的了。所以，面对今天佛门种种乱象，就不足为怪了。 我们可以这样认识，这是一个必经的、特殊的、历史时空点，坦然面对吧。为什么《无量寿经》会集本和上净下空老法师讲的《无量寿经》受广大信众的欢迎？我个人的体会是，这么多年很少有法师。 比较系统的讲经，广大信众缺乏正法法乳的滋润，大多信众处于迷茫、迷信的状态，没有找到学佛的正路。《无量寿经》汇集本一流通，老法师起讲，至今已经讲了十几次之多，信众。 感受到了正法法乳的滋润，高兴啊，喜欢呢、啊。老法师的信众遍布虚空法界，不可计数。为什么这么多？老法师没拉过一个信众。他告诉我们，不许拉别人的信众。他说，拉别人的信众是缺德。 老法师的信众多，可能与他使用现代高科技网络教学有关吧。我知道，老法师很多讲法光碟都是在录影室里录的，有时录影室不安排听众，老人家是对着镜头讲的。我之所以二十二年。 听老法师讲《无量寿经》，不换题目，不拐弯儿。原因很简单：一是契机，二是喜欢，三是受用。下面说说我们具体怎样落实“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”这一理念。一 佛经中云：“僧团和合为安乐。”佛门之中，虽有宗门教下之分，虽有法门不同之分，但却没有优劣之别，都是同出一源。所以，各种各派都要互相尊重，各个法门。 都要互相支持，互相赞叹。我们是六合人，要有六合人的样子。二，宁动千江水，不动道人心，不可以拉信众。如果有人刚想学佛，还没有选好法门，他向你请教，你可以给他介绍。 净土念佛法门，让他自己选择。如果他已经选择了修学法门，你不可以劝他改换法门。三，坚守自己的信仰，不为外界环境所动，要道心坚固。不管什么狂风巨浪，都不能动你的道心。 四，坚守四不原则：不争论，不讨论，不辩论，不解释。任凭风浪起，稳坐钓鱼船。一句弥陀老实念，妖魔鬼怪奈我何？娑婆世界众生苦，遍众西方。 九品莲，莲花扑救回家路，救度众生离苦难。今天这节课就交流到这里，感恩大家，阿弥陀佛。